虚啊。请接着看南方最胜世界最后这一段啊，苦灭道圣体啊，我们把经文念一遍。诸佛子所言苦灭道圣地者，比最胜世界中何名能燃烧，何名最上品，何名决定，何名无能破，何名生方便，何名出离，何名不下列，何名通达，何名解脱性，何名能度脱。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是讲出世间的因啊，到底略举十个名号啊，这十个名号都是属于道底啊，道就是道路啊，就是修行的方法能性啊。我们常讲八万四千法门，那就有八万四千个名号啊，名称。无量法门，那就有无量的名称啊。道地如是，其他的苦集灭亦复如是。所以华严四圣地所说的是无量四地啊。第一个名号是能燃烧，清凉大师有注解，道明燃烧，以智慧火烧烦恼故。这个说法了，大乘经里面我们常常读到啊。燃烧是比喻智慧啊，火能燃烧啊，啊，木柴所燃烧啊。在一个世纪之前，也可以说一个世纪的初期，我这一生当中，童年生长在农村，那个时候的农村非常落后，我们住的房子是草屋啊，不需要这个建筑工人的，不需要啊，我们找一块地啊，把这个地图稍微平一平啊，邻居大家帮帮忙啊，把四面墙土墙啊
啊，住好了，上面把几根梁柱上面盖茅草，这个茅草屋呢大概可以用两年啊，两年之后这个屋顶要重新再铺草，啊，只要把新的茅草加上去就行了。所以住了十几年呢，这个房子你就看到很厚，啊，很厚一层呢茅草。这个房子虽然很简陋，但是住起来很舒服，冬暖夏凉。啊，因为土墙很厚，啊，土墙通常差不多都有一尺多厚，啊，这个隔热的效果非常好，啊，茅草啊盖得也厚，所以住起来很舒服啊。啊，那我们这个烧饭烧水用土灶烧柴火啊，住在乡下了，靠近山林啊，不必去砍柴啊，这个树枝掉下来的就很多啊，我们小孩啊每天早晨出去捡柴火啊，你捡一大堆退回拉回来啊，可以够两三天烧的。所以对佛经上讲的这个能燃烧啊，我们感到非常亲切啊。这个在台湾啊都市是没有问题了，乡下尤其住山啊，我跟灿云法师在普里住了5个半月茅棚啊，那个时候的茅棚啊建在一个山上叫观音山，那个山没有水没有电啊，所以我们也过的是原始的生活啊，在那里真的也是搭了个茅棚啊，土灶啊，每天我到山上去转一圈啊，捡这些树枝回来烧啊。那山上呢有一个泉水啊，确实给我们带来方便啊，我们用柱子把柱子里的柱接打通啊，把柱杆呢一根一根接起来啊，把那个水引下来，也有自来水了。完全是就地取材啊。啊，所以佛把这些呢柴火啊比作烦恼啊。把般若智慧啊比喻火啊，这一把火把烦恼通通烧干净了，就这么意思啊，能燃烧啊。唯有智慧能转烦恼为菩提啊，在什么时候转呢？真的是一切时一切处，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呀？啊，这个会不会里面真正的意思，你会不会用智慧？
啊，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啊，不用烦恼了，用智慧，这就叫转烦恼为菩提。啊，智慧永远是清凉的，不生烦恼。啊，再跟你说，真正会用智慧的人，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前面灭谛里面讲的无为呀，如果起心动念，这就是烦恼了，这就是无明了。啊，你处理事物，你就不能圆满。啊，你要是完全用智慧，你处理一切事物，决定是圆满的。啊，但是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到啊。在释法里面讲呢，大学问呢。在佛法里面来说呢，得道的高人呐，啊，他才能做到啊。见到这个人喜欢，见到那个人讨厌，见到这一桩事情欢喜，见到那一桩事情不欢喜，反复啊，不是修行人呐！啊，修行人修个什么呢？就在这一些境界里头，修清净心，修平等心，啊，学习不用分别，不用执着，不起心。不动念，学这个东西啊。当然，这个事情不是短时间能够学成，要长时间。啊，一般来讲，真干，啊，时时能提得起警觉。古德讲的嘛，不怕念迟，只怕觉迟。你时时刻刻都提得起警觉，啊，不用妄想分别之处，一般说起来总得十年二十年，啊，有十年二十年的修养呢，哎，你处事待人接物啊，心平气和。我们一般人讲啊，那个火气啊完全没有了。啊，让人接触你啊，他有什么感觉呢？是一团火气。温和啊。啊，我们要记住啊，孔老夫子做学问啊，真正到功夫得力是什么时候？四十岁呀，啊！三十岁的时候，他做学问的目标、方向、方法。正确啊，真正得到受用四十岁，四十而不惑啊，
不惑，不迷惑。换一句话说，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转了。啊，自己有能力呀，能做得了主了。啊，我们一般讲呢，哎，开悟了。虽然不是大彻大悟啊，真的他开悟了，他有悟处。啊，一团和气，啊，父子，你看学生对他老人家的赞叹。学生大家在一起赞扬夫子之德啊，用了五个字，温良恭俭让啊，温和善良啊，恭敬谦虚啊，节俭啊，他有节，节俭忍让啊，这他这一生呢，在生活当中表现的，于是中国凡是读书人，都是以这个为自己修养的标准，儒家了。以这个夫子做标准呢，学他的温良恭俭让，啊，孔老夫子为中国人树立了典范。大家都肯定这是道德修养的标准，他说五十知天命，知天命就是真正知道因果报应六十而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啊。这个随心所欲不逾矩啊，就是《华严经》里面讲的四事无碍啊，离事无碍，四事无碍啊。他十五岁开始学，到七十岁达到四事无碍的境界。所以我们学佛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学习的榜样，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的修学的纲领，是三规、五戒、十善。六波罗蜜、四摄法。那么再加上普贤菩萨圣愿，这就圆满了，出世间的大圣大贤啊。
啊，总的纲领三条，聚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啊，这总纲领啊，烦恼的根就是迷邪染。啊，智慧，真实智慧是觉真境。啊，智慧升起，烦恼就没有了。啊，能燃烧啊！第二句，何名最上品？我们中国谚语有一句话说，万般皆下品啊，唯有读书高啊。啊，这个话不是没有根据啊，确实有根据，根据孔老夫子所说的啊，《论语》里头有一段话说啊，这是夫子自己讲的啊，无常终日不食，我一天不吃饭，一夜不睡觉啊，我在想这世间无论什么事情都没有真正的利益啊，一事无益，不如学也唯有读书高啊，啊不如学也啊，像古圣先贤学习为什么？用现在的话来说，孔夫子啊，确实是个聪明人，是个有智慧的人。他人生，他有方向，他有目标。啊，他的目标不是世间的功名富贵啊，五欲六尘享受，他不是的，他的目标是圣人读书，志在圣贤呢，不是求功名利禄啊。读书为什么？读书是希望自己做圣人，做贤人啊。什么是圣人呢？圣怎么讲法呢？在中国智慧上，圣跟神意思相同，啊，所以神圣呢，常常连起来讲啊，神圣是什么？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明白了，搞清楚了，这个人就叫神人，就叫圣人啊。对于宇宙人生真相不知道，这个人叫凡夫啊。神圣本来的意思是这样的啊，没有迷信啊。啊，所以人皆可以做圣人啊，人皆可以成为神圣，你要肯学才能达到。
确确实实能够通达明了宇宙人生真相，你的生活会非常快乐啊！但是不见得是富有，纵然是贫困，哎，他快乐啊。颜回就是很明显的例子啊。颜回物质生活非常贫乏啊，但是他一天到晚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啊，他是孔子学生，孔老夫子对他非常赞叹的。啊，学生当中排名他第一了。啊，他落的是什么呢？道啊！啊，物质生活不在乎啊，哎，吃饱了就行了。啊，衣服能穿得暖，啊，三餐能吃得饱，快乐得不得了啊！无忧无虑，无牵无挂了。啊，佛家、道家，啊，称之为什么呢？道人呢？啊，道人什么呢？放下了，没有一样放不下了，通通放下了，无私了啊，这是最上品啊。谚语里头也说，人道无求品自高啊。于事出事法无增无求啊，无有欲望啊。那一般说这种情形，那人不就堕落了吗？啊，这个人不是懈怠懒散了吗？这是一般人的看法啊。实在讲呢，凡夫必然是这个结果，道人可不然呐。啊，道人是正面的，他的智慧增长啊，他的烦恼天天在下降啊，啊，智慧天天在提升啊，所以他快乐啊。这个话《论语》里头头一句就讲到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悦是喜悦，是从内心里面往外头流的，不是外面的刺激。啊，他就一个人，啊，坐在荒山野岭，人迹不到，搭个小茅棚在那边住，快乐无比呀。世间人完全不能了解，认为他很寂寞、很孤单、很可怜。不是啊，那个境界是一般人永远没有办法想到的啊！真的唯有读书高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真的到了。我们世间这个中国人一般是高人。凡是高人，物质生活都很清苦的，所以说清高这两个字常常连在一起。清贫高尚有道德，有学问，有涵养他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就一般来讲呢，与大自然合而为一，他的目标在佛法里面来讲呢，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呢，就是无上菩提的。他求的是这个，这里面有不可思议的境界，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他心清净，清净心就是禅定，禅定就能突破空间维次。对于世界前因后果他明了对出世间不同的空间维次他也知道，所以他的活动空间，他的生活情趣，我们凡夫没有法子知道啊。境界不相同啊。道确实是最上品。那么在世间法来讲，圣贤的智慧是最上品，不是科技科技的发明确实是给凡夫带来方便，对于这些高人那是累赘呀，他要这个东西干什么？我们今天渡河要用船，我们在佛门里面看到大摩祖师渡长江不用船江边上这个芦苇拔下一根丢在水面上，他踩着芦苇就过了江了。你看多方便，哪有那么麻烦呢？你们昨天晚上念三十心念，三十心念讲福杯过海，
那是悲渡和尚啊。啊，他过的那个海并不太远呐、啊。啊，是在什么地方？香港，到大屿山。啊，这个海面上啊，他用一个茶杯呀、啊，哎，就在海里头站在这个茶杯上，他过海了。所以对他们来讲啊，所有一切科学这些玩意把戏的时候，他都觉得太笨了，哪有这么麻烦呢？《神僧传》里面还有一个名字我记不得了。啊，早年我读的这些书有这么一个印象，啊，有一位法师，那个时候的京城在长安呢，他要回国，啊，这是印度来的一个法师，要回国，啊，长安信徒很多啊。发心的时候请他吃饭践行，给他践行啊，他还有两天走了，给法师约定明天中午到我家我供养。法师欢欢喜喜点头好啊。另外一个人讲呢，哎，明天中午到我家，他通通答应了。到第二天中午，真的，哎呀，法师来了，每一个人都欢喜。你看多少人供养法师，他到我家来了，欢喜得不得了啊！啊，这供斋完了，到第二天就送信，啊，设立长亭就送信了。每个人，哎，法师昨天看得起我到我家。他说不对呀，明明中午到我家去。这大家一传起来了才知道他有分身术，同时到几百个人家应供他都去了啊！大家这一对证的时候知道他身份，他有分身术啊。我们现在科学技术这还做不到，还没有办法做到分身呢。啊，他能够分身做得那么自在，啊，旅行，现在的时候旅行坐飞机也很累呀、啊。并不自在啊。啊，大魔祖师给我们实现了一个神迹，由从西域回到长安的有两个人，沿途跋涉了，走了好几个月，回到长安给大家说，几个月前呢，他在那里看到大魔，啊，有人想想，哎，那个时候大魔在中国，怎么会跑到印度，跑到印度那边去了？这是不可思议的能力啊！我们现在讲特异功能，
讲神通，啊，现在我们在经典里面读到这些什么呢？是人的本能啊！啊，这六种神通都是本能，天眼啊，你这个眼见的能力，遍虚空法界没有障碍呀！啊，听能听过去未来也没有障碍。啊，这个变化飞行，这属于神足通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在我们娑婆世界西方，距离多远呢？当中隔了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啊，一个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当中居间隔了距离是十万亿个佛国度啊，就是十万亿个大千世界，那么远呐！啊，要多少时间能到呢？一念就到了，光也做不到。光不要说通过大千世界了，现在科学家很清楚很明了啊，光的速度通过我们现在的银河啊，银河系从这一边到那一边要20万年呢，光的速度来走啊，一秒钟30万公里啊。你看佛给我们说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弹指就到了，科学没有法子，做不到啊，所以他也不相信啊，没有办法解释。佛给我们说本能，你有能力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啊，你也有能力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他心通，啊，那么这种能力我们现在丧失掉了，怎么丧失掉呢？妄想、分别、执着丧失掉了，啊，怎么样恢复呢？啊，佛给我们说了。只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恢复了，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就叫做禅定。所以禅定功夫愈深，你突破的层次就越大啊，随着禅定功力的大小啊，你恢复能力多少，这是成正比例的啊。那么佛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实验啊，怎么个修法，到底就是修行的方法啊。你看这里面讲了这么多，每一种都是你看哪一种适合你，你就用哪一种，只要认真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去学习，你一定能恢复啊！啊，但是这里头总的一个原则一定是断烦恼，烦恼不断不行，无量无边的方法都是帮助你断烦恼。你看哪一个方法，哎，你觉得方便，你就采用哪个方法。我们今天所采取的是持名念佛，我们用这个方法，
诸位要晓得，持名念佛就是修禅定啊。啊，他所达到的目标是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就是念佛三昧，就是禅定。啊，一心不乱里面功夫有浅深差别不同。啊，到一定的程度，你能力恢复了。啊，最先恢复的是天眼天耳。啊，其次恢复的是虚命。他心。啊，再其次的是神足，最后是漏尽。啊，到漏尽的时候就超越三界了，超越轮回了。啊，那么佛说的这些话，希望我们能证得了，不是说了就算了，啊，希望你能够证实，啊，变成你自己生活当中的境界，有体有用啊！佛说，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本能啊。我们现在失掉本能呢，这是很可耻的一桩事情。啊，应当恢复本能。啊，那么它跟这个科学的真的是完全是两个反方向。啊，这是科学不能够容纳，神圣的教诲，神圣的教诲可以包容科学。啊，诸位细细去体会这个味道。第三个名字叫鹤鸣决定。这个名词也非常好啊！啊，我们要看这个决定呢，啊，它是在道地里头，啊，道地里面决定的目标，决定的方向，决定的方法，就会有决定的成就啊！事出世间法，无论成就大小。总在有决定的信念，方向、目标、毅力，你才会有成就。犹疑不决，一事无成啊！啊，所以大乘教里面，佛常说，疑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
敬是菩萨第一善根。这个话说得那么清楚啊。决定才会有精进啊，精进必然有决定啊。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接受，能够相信世尊为我们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心造万物，啊，那么只要你能够真的相信佛这个教诲，我们就能够得到决定的效果啊。人何以能成佛呢？没有别的，天天想佛嘛，一切法从心想生嘛。你想佛当然就成佛了，你想菩萨就成菩萨了，你想罗汉你就成罗汉了啊。那么现在人他想什么？他天天想发财啊，对于钱财贪而无厌。果报是什么？误轨道啊，贪心变恶鬼呀，嗔恚下地狱啊！啊，天天想着怨仇怨恨，这个果报在地狱啊！没有一样啊，不是决定啊，所以决定在此地是个原则。啊，那看你的方向，看你的目标。然后告诉你，你决定得什么样的果报。啊，我们要明了这个道理。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我们有坚定的信心有决定不变的愿望啊，放下万缘求生净土，你就决定得生。啊，给我们一个坚定的信念呢，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啊，全程肯定。那么在现前我们学习阶段当中，我们决定遵循经典的教诲，决定要舍弃自己的成见啊，我们自己的这个想法看法做法一定要放下啊，决定遵守佛陀教诲。佛陀教诲很多，我们只抓住几个纲领，那就是决定成功之道。
经中方便呐、啊，经典少啊，容易受持啊，啊，所以我们提出行门、净业三福、六合经、三学六度、十大愿望五个科目啊，不多，很容易记啊。啊，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念念不违背这五个科目，就成功了。好，现在时间到了。